他们说我招了别人否，我的 rap 在学人走，不好意思做了这么久但还是没能够让你记住我的名字，代表上海这座 city。 我从 QQ 音乐网易云一直抄到哔哩哔哩，对的我抄了哎，我都蒙天了哎，被他们发现了哎，只要他们觉得对，其他的无所谓，目标就是变了位，评论区像动感地带，怎么能够那么厉害。我抄了满首歌，抄了你的男孩 TTT， 抄了声纹聚焦 IS 连帽水敏 GBZ，JD flow 太复杂了，我想我先得记笔记。我抄了红花会，我抄袭了谢帝和 CDC， TY 还有王千霍 Harry Carey on the beat。 哎，我的 flow 我的 vibe 抄袭 Pack the Green Tea， 料像浓欧林山，哎，是我抄袭的名单，哎，直火帮见了 POA， 王宇还是刘 J。 我抄了 Ray 山鸡四要艾玛 CJ 和小艾，我抄了欧阳靖抄吴亦凡，当然也抄过盖。我抄了西奥还有 E， 抄了受君抄和 C， 播放了万妮达蜜牛那晚 Vibe Legacy，让我兄弟 get it to the verse， 他们觉得应该也是抄了 ICE。 一首歌曲连着轰炸两轮比赛，画面全部都在爱奇艺，就连编导坐在旁边听完他的部分都忍不住快起立。那我就想问问你们 get it 今年到底应该拍第几。抄了三百多个 rappers， 但我没有一点规律性，中国抄的韩国、日本、泰国、朝鲜，还有东南亚的菲律宾，还有兄弟飘的饭，还有那弗拉和丁，不是抄过 ATM， 我还抄过费劲，抄了 Beatle Kick 的辛巴 Dirty Twins， 抄了 C8 不行来我歌里听，抄了 Shine T 的 melody 和王千 BOC。